来关心天气，今仔透早风平地开，各地头拢较无雨啊。这两天天气拢正稳定，干那花莲、台东、恒春半岛会落38度，咱来看温度。虽然风平已经离开啊，不过大陆冷气团随接在来，北部、东北部甲东部会较寒，其他所在早暗较凉。中南部是爱注意温差，北部、东半部日时高温是21到23度，中南部26到27度。另外，今仔日顶部金门马祖云较低，会大雾影响视线，目前顶建度是无到200公尺。